赞。今年我们中心埔花莲的小瓜哈，口感相当好，甜度也都有达到快13度，所以说啊，在目前云嘉南的受损之后啊，灾害受损之后啊，所以说现在变成奇货可居啊，因为量少，所以说又品质好啊，所以说今年啊，也谢谢警分局啊，排民生问题啊，排护瓜行动啊。本所配合分局前日24小时执行护瓜专案，巡逻守望勤务，另针对夜间及深夜时段，结合侦查队便衣警力，实施不定时路检盘查，客主切到案件发生，同时邀请瓜农、商行加入护瓜专案，赖群族发挥守望相助精神，共同守护辖区治安。